很开心，真的中华队真的做到了，张毅辛苦了，你真的做到了。要我讲，我也会哭哎，真的，真的很谢谢，请他回来。我知道他的防御力很高，被算命讲得很难听。其实我们做家长也很难过，因为小孩子他何故他不气馁，他不服输的心态，他是用复仇的心去证明他可以。张毅辛苦了，你真的做到了。开心，真的中华队真的做到了，谢谢他们辛苦了，要感谢的人真的太多。那爸爸这边什么话想要跟儿子说呢？因为这个机会真的很难得。我觉得应该还有机会，真的很开心，张毅辛苦了，你真的做到了。爸爸，那能不能回忆就是昨天那个观赏摄影师？心情没有像之前这么紧张，因为冠亚军了，我在想如果输至少也第二名，所以过程就比较不会紧张。我唯一会担心的是希望他能保持防御力零，不要掉分，这个是我比较替他担心的。没想到他真的做到，我一直以为他会投两局，没想到会投第三局。后来媒体报道原来是张毅的要求，因为张毅他确实很有那种斗志，他希望能为中华队出一点心力，他真的做到了，谢谢他。爸爸，那最后能不能简单的帮我们回忆一下他那么久的从前的要我讲，我也会哭哎，真的。从国小三年级开始谈，我的硕士论文都写得很清楚。他到欧力士之前的那一段，都写在论文里面。我就讲后面他被西武队释出，被编战另外的时候，其实我知道小孩子一定很难过。其实我们做家长，小孩子开心，家长开心；孩子难过，我们就会跟着难过。不过真的很谢谢洪一中，情有可原的状况之下，请他来台湾，被洪一中说服了。当初我也跟张毅讲回台湾了，还好洪一中又加码，请他回来，张毅才同意。回来之后在台钢半年，我知道他的防御力很高，被算命讲得很难听。其实我们做家长也很难过，因为小孩子他何故他不是故意的，谁愿意表现出那种实力？不过很欣赏张毅，他不气馁，还是很努力的为他自己做准备。到了，谢谢富邦给他们机会，给他机会。我
在富邦的表现，当然因为他受伤过，我们真的需要给他时间。不过张毅真的在这次他不服输的心态，他的手臂也完全康复之下，他真的做到了。他要去日本之前，他有讲，他是用复仇的心去证明他可以。真的，昨天真的做到了，很感动。谢谢张毅，然后谢谢这次比赛的教练团，谢谢中华职棒给张毅，相信张毅，给他机会，张毅也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谢谢大家。我们张毅这个年轻人，这是我上任以来第一个打世界的这个战力荣获冠军在我们万荣乡是一个很容易这个是一个很光耀的事情。而且张毅这个年轻人，他能够克服很多的这个障碍以及压力，能够展现出一个很好的技术来对应战所有各国对我们乡民来讲，以及我们万荣乡是一大的荣耀往后希望张毅年轻人能够更上一层楼，发挥他本身这个潜能争取更大的荣耀这次的这个比赛当中得到了冠军这个世界冠军荣耀我们台湾，光耀我们万荣乡，继续努力，加油。姐妹们总烦恼脸上细纹、干燥与暗沉，现在起跟我一起放心交给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它添加五种 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强化皮肤修复，增加肌肤弹性水嫩，轻松抚平皱纹，换回青春自信。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活肤露、全效精华、精华霜，即刻启动冻龄密码。